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从讯。昨天晚上封面抵达北台湾之后呢，并且持续南下，只接近中部地区，西北部的苗栗、新竹、桃园沿海地区受到封面旺盛对流云系的影响，有短时强降雨发生。而入夜到今天清晨，封面持续滞留于台湾中北部，封面上仍然容易有对流发展，并且一路带来明显的阵雨或是雷雨的状况。中南部地区则是相对位于风前环境，在西南风以及海陆风交汇作用下，也有对流在近岸发展，一入陆地后，甚至有持续增强的现象，带来瞬间的滂沱大雨。大致上，封面系统会在台湾附近南北摆荡，并且这样的状况会一直持续到周六。在这段期间呢，大气都不太稳定，各地都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。尤其是中北部地区，短时强降雨发生的机会比较高。南部地区则是需要留意，像今天早上这样的晨间降雨，也是有大雷雨发生的可能性。因此，在这几天出门时，请务必携带雨具，因为随时都有可能会有骤雨发生。气温方面，昨天在封面来临前，西南风仍然偏强哦，因此各地高温都还是比较炎热一些。都有达到32、33度或是以上的气温，东南部甚至出现明显的沉降作用，有焚风的现象发生。台东许多地方都超过38度，最高温来到了39.1度，花莲气温也蛮高的，达到37.2度，非常极端的高温现象。但从昨晚封面抵达以后，在云层的遮蔽以及降雨的影响下，预估今天各地的高温都会有所下滑，北部22到25度，中南部28到30度，东部地区24到29度，北部相对感受是比较湿凉的感觉，中南部呢则还是稍显闷热。预估周日太平洋高压的势力会有所增强，将封面系统推至北边，远离台湾。在水汽减少的情况下，天气上会逐渐恢复稳定。中南部晨间仍有局部短暂阵雨，午后各地山区也有短暂的雷阵雨。不过，整体降雨的强度以及降雨量都会明显的减小，下雨的时间也会变短。大家要保持耐心，撑过这一波梅雨。到了周日，就会逐渐雨过天晴了。以上气象由天气风险林从训提供。